淘宝直播的播主80%是女性。很多人认为这很正常啊，因为直播嘛，年轻的美女的天地，盈利要靠打赏啊，各种各样的方法。但其实主播，从我们的淘宝主播，从60后到00后，我们都有，还有上百岁的老太太都在做直播。所以希望大家去看一下淘宝的直播们，他们都很漂亮。很多人明明是可以靠颜值，但偏偏非常的努力，他们靠对产品的理解，对用户的体察痛察，以及关心支持用户，所以他们都做得非常的成功。